好，这场比赛正式开始，帅奇对阵托恩赫图的比赛。本来对阵的对手叫哈雷洛夫，那哈雷洛夫退赛了以后，对于帅奇的备战呢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。主要靠腿，主席，哎呦，五秒了，这样这一回合是帅奇稳稳拿下。小七，哎，对，哦，对，最起码在台上人家印象上有继续有。果然是很合理，再扫又倒了，还在扫，连续的扫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左腿已经，左腿已经对，是受力了，但是应该是妥妥的把比赛拿下。